我们现在呢，现场也来了一位我们这个上级的自然长官，就是咱云林县政府文化处李处长，来掌声欢迎一下李处长。哦，咱文化处今嘛要来进行引导，各管的这个李处长哦，我有用哦，袂用一下哈，来，处长跟我们讲几句话。今天到场的所有的乡亲哈，大家午安。那今天是我们今年哈云林县政府办理北港灯节哈的一个重头戏之一啦哈，就是我们办了民俗义赈的大赏。啊，今仔日哈，咱拢是电音三代此山各同镇头的之间穿插的创意秀啦哈。啊，明天哈还是金精彩，明天我们有北港跟整个台湾省哦，20个各式各样的不同镇头哦，尤其我们北港很多镇头都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哦。我们这两天哦，安内改这些综合性的呈现哦，来配合哦，咱即届哦，迄个北港的妈祖灯节啦哦，啊因为所里面所管店非常关心北港江哦，一定爱好今年的老人，今年的这个活动哦更加老人，所以安排真侪精彩的节目哦，这两天。啊，过来明仔暗时吼，咱伫遮嘛办管会啦吼，啊就会安排着黄西田吼，啊蔡振南真有名的歌手吼，要来谈所有乡亲来记忆。啊，过来就是咱讲到着全国电音三太子冠军的迄个吼打鼓乱歌团啦吼，啊搁咱金曲奖的歌手严友能吼，明仔暗时吼都会来跟所有的乡亲吼见面，所以吼我们的精彩节目吼好戏连台啦吼，希望所有乡亲吼今两天吼都。点名那个结尾哈，一次哈，真的是看尽所有精彩的阵头了哈。也再次感谢所有的乡亲哈，来参与一起参与县政府的活动。好，那如果任何的意见都可以提供我们县政府文化处哈，我们明年来把它办得更好啊，更贴近北港地区的需求哈，啊，制造北港地区更繁荣的景象了哈。再次感谢，哎，谢谢今天辛苦的主持人，谢谢，感谢，谢谢。来，我先感谢一下，谢谢我们的李处长哈，真的是咱云林县文化处哈，云林县文化处对于咱的文林，咱这个文化的推广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哈。好，谢谢。你好，你咱北港的所在，刚才咱的处长讲的，超过一百。你这个礼品哈非常的多哈，啊，所以讲今天跟明天哦，拢一次让大家欣赏的做了哈。来，麻烦进攻这里哈，咱斗南巡视会哈这边哈，啊，咱这里震天鼓哈，要来进场啊，所以麻烦这边的人哈，先注意安全这里哈。来自我们斗南巡视会馆这个震天鼓，因为够大量啊，所以需要用到了这重型机车、沙滩车哈，来给放进来。啊，所以来这边来，麻烦这里。好嘞，中下环里的斗南巡视会带来的震天鼓表演。小朋友注意一下啊，看看我的小朋友注意一下。
会馆哈，要来圣天福哇！讲实在，我食到差不多嘛，嘛第一摆看到这么大面包哇！前边吼就要等面条哦。非常感谢哦，咱斗南宣慈会馆哈啊，来带来这个震天鼓的表演哈，咱们大家加持哈，大家福泰平安，风调雨顺，大家当平安时期大赚钱，厝内面囡仔会当好游戏，大人会当食百年，大家健康，咱赚着钱来就赚较好滴啊，甜甜甜哈，非常感谢。哎，很多团队有交代，讲爱叫你，你甲我介绍一下，咱的震天鼓它有多重？那它又跟一般的鼓有什么样不一样？差不多六十公斤。那个鼓差不多六十公斤，那么跳起来来近八百斤的呢吼。那来请问一下，它大概有多高？多高？180公分。180公分啦！我讲白听咧，咱挂站老较低安尼吼。哦，头拄仔你看，看到咱这个驾车的头顶安尼浮起来，比我看比一个多好，咱的店面多一楼高。啊，一家车大汉真正第一摆看到这样一大片的一面鼓。那我请问一下，要打这个震天鼓有什么诀窍吗？要去练过那个爵士。啊，练过爵士鼓哦，你相信这个震天鼓跟爵士鼓又有什么渊源呢？这个有融合在震鼓里面的。哦，有融合在阵头里面，一定好来对。但是我怎样目前都实在的，咱的这个庙会廖记这个夜店表演团队来对，我刚才也唔捌看过爵士鼓，有人看过无？刚刚无呢，那是我们斗南宣慈会馆这边可以来发明一下。啊嘛，阿斌老师啊，马上给咱发明一个吼，看是不是咱这个爵士鼓赶快在咱这个庙会啊，咱这新年啊新年生日的时候，那廖记话都是爵士鼓赶快也是拖来行吼。那我看你是盛况的人工讲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这正厅鼓做来简单的介绍，非常感谢您吼，非常感谢。要下的是我们嘉义龙虎神将团，来掌声欢迎嘉义龙虎神将团。哇，相当厉害！我带来蛮多勇气的。好，来往这边哦。好，咦，啊，来先去头前一撮，阿彪这边无位好听，啊，来说你哦。We'll be right back.
龙虎神将团哦，而且阿爸嘛做老家嘞，啊咱副班长嘛做老家嘞，所以这音乐好听吼，内部啊拢有甲传宗，来做一个音乐是最熟的吼，来非常感谢一下。